这谁？战友欲，这不张若楠吗？张若楠谁？解释解释来。明星。明星，明星也不行啊。你手机里怎么能出现别的女人呢？不是，那我换了，我现在换了。换，等会儿，我来，给。这个，我这张手一百来个好友呢。我看没啥用，我就给删了。贤惠吧？你贤惠个，我大舅妈都让给我删了。你没备注，我哪知道是谁呀？嗯，金淼淼，我那完了天都半袖的，是啊，这是啥呀？这是半截袖啊！滚！给我整的什么玩意儿？金淼淼。